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不言古偶，实力依旧炸裂，逆袭之路惊艳众人。不言古偶的赵丽颖果然是优秀的，从前再不好过，如今也好过了。在最近的飞天奖上，赵丽颖获得了优秀女演员奖，整个人的状态简直好到炸。她在领奖台上激动得话都说不清，仿佛这个奖项不仅是对她演技的认可，更是对她一路走来的肯定。从前的艰辛与拼搏，此刻都化为满满的自豪感。赵丽颖在娱乐圈的奋斗史可真是一部励志大片。回想她最初出道时，虽然凭借《花千骨》一举成名，但之后的转型却并不顺利。一直以来，她都被贴上了古偶女神的标签，几乎让人忘记她在现代剧中的潜力。而这次，赵丽颖不仅仅是收获了一座奖杯，更是用自己的实力告诉大家，不演古偶的她，照样可以做到优秀。先来说说她的幸福到万家。这个剧本中，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可谓是经历了不少波折。从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姑娘，到面对家庭纷争和社会现实，她的角色仿佛是现实生活中的缩影。很多观众看得直呼过瘾，这简直就是我们邻居家的事。剧中的许多情节让人不禁想起自己的生活，打官司、征地、环境污染这些社会问题与普通人的生活紧密相关，让大家在笑声中也感受到了一丝无奈。这部剧也有不少争议，尽管剧情精彩，结局却让人觉得有些仓促。有人调侃，剧本编写者是不是喝多了，最后几集草草了事。赵丽颖在剧中的表现依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用心塑造的何幸福，仿佛是一位在现实中坚持奋斗的女强人，让不少观众心中燃起了共鸣。说到她的另一部作品《风吹半夏》，这部剧又带给了观众不一样的感受。赵丽颖在剧中饰演了一位职场女性，面对职场的挑战与生活的压力，她的演绎让人觉得既真实又 relatable。有人戏谑，她就像是我们公司里的那个女神，工作狂又迷人。这样的角色让她的演技更加多元化，观众也因此更加认可她的实力。不难发现，这两部剧的成功背后，有着强大的制作团队和扎实的剧本。这不仅是赵丽颖的胜利，更是整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赵丽颖的获奖感言中提到，她非常感恩能够参与这样优秀的作品，这种谦逊的态度令人感动。细想这一路走来，赵丽颖从古装剧的小花到现代剧的大咖，她的变化不仅在于角色的转型，更在于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她用自己的努力与坚持，打破了古偶女神的桎梏，证明了自己在演艺道路上的多面性。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感慨，赵丽颖居然不演古偶了，这可真是让我惊喜。在大家的讨论中，赵丽颖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大家纷纷表示期待她未来更多的作品，渴望看到她在不同角色中散发出的光芒。娱乐圈的竞争是残酷的，面对日益变化的观众口味，赵丽颖也不断调整自己的演艺方向。她选择了用实力说话，而不是依靠流量和话题。这种做法最终让她在这一届飞天奖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之无愧的优秀女演员。总结来说，赵丽颖的成长之路不仅是一段个人奋斗的旅程，更是对整个娱乐行业的反思。她的成功告诉我们，真正的优秀不仅仅在于外表的光鲜，更在于内心的坚韧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如今的她早已不再是那个只会演古装剧的小姑娘，而是一个能够驾驭各种角色的实力派女演员。赵丽颖近年来凭借出色的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入理解，成功打破了观众对她仅限于古装偶像剧的刻板印象。尽管她曾经在众多古装剧中展现了极高的水准，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但她并没有停留在舒适区，反而勇敢地选择了转型，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多面性与可塑性。这一次，她不再是那个常出现在古偶剧中的仙女形象，而是在更为复杂、
深刻的现代角色中展现出他惊人的演技爆发力。赵丽颖的逆袭之路堪称一部励志剧，从出道时的默默无闻，到一步步积累的作品与口碑，再到如今广受赞誉的转型，他的每一次突破都让观众感到惊艳。从古偶剧到现代剧，赵丽颖不仅表现出了惊人的适应力，更展示了她对表演的热爱和对自我挑战的无畏精神。这种精神不但让她在演艺圈中屡屡取得佳绩，也为她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可。作为一位女演员，赵丽颖从不依赖绯闻或炒作来吸引注意力，而是用踏实的工作态度和不断进步的表演水平说话。在众多作品中，赵丽颖凭借角色的多元化和层次感展现了不俗的演技，特别是在一些挑战自我极限的角色中，她的表演总是能深入人心，让观众感受到她的敬业和专注。这种对演艺事业的坚守与热情，不仅成就了赵丽颖今日的成功，也为她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这种对角色的真诚投入和对自身不断突破的追求，让赵丽颖在古偶之外的领域大放异彩。她的演技不再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类型的角色，而是可以胜任更多有深度、有挑战性的角色。无论是都市剧中的职场女性，还是现实题材中的社会问题探讨，赵丽颖都能凭借自身的理解力与表演天赋，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她的转型不仅让观众看到了她的多样性，更让业内人士对她的专业态度和演技提升倍加赞赏。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赵丽颖能始终保持高水平的演技，并在转型过程中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实属难得。她用自身的努力和毅力，打破了外界对她的固有标签，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古装剧的女神，更是一位真正的实力派演员。这样的赵丽颖不仅为自己开辟了全新的职业道路，也为无数年轻演员树立了榜样。未来，赵丽颖无疑会在更多元化的角色中继续展现她的才华。她的逆袭之路不仅是对她自身努力的肯定，更是对所有怀抱梦想、勇于挑战自我的演员们的一种鼓励。赵丽颖用她的行动告诉我们，只有不懈努力，勇于走出舒适区，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他的故事激励了无数观众，让大家相信，只要有信念和毅力，无论多么艰难的路，最终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芒时刻。我们期待赵丽颖未来能够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也期待她在更多挑战性角色中的惊艳表现。赵丽颖的成功之路还在继续，而她带给我们的感动与启发，也将长久留存在每一位观众心中。她不再只是那个古装剧中的女神，而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迎接挑战的全能演员。赵丽颖的故事远未结束，未来的她将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继续书写她的传奇。王一博素颜曝光，路人颜如何成就神颜传说？说到她，那可是话题满满，粉丝爱得死去活来。但总有那么一群人，比如我假装一下，心里嘀咕，这哥们儿帅吗？我咋就没 get 到呢？双引号。别急，咱们今天就来个素颜大揭秘，看看王一博到底有啥魔力，能让那么多人疯狂打 call。 首先声明，我可不是来砸场子的，纯属娱乐探讨，毕竟审美这事儿，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但话说回来，王一博的颜值在娱乐圈这片颜值洼地里确实是个独特的存在。有人觉得他帅得惊天动地，也有人比如我觉得他就那么回事儿，甚至有时候看起来还略显浮肿，五官嘛也谈不上多立体，放在人堆里也就一普通帅哥的路人水平。可为啥他就成了神颜传说呢？这事儿咱们得从多个维度来爬一吧。第一，舞台魅力加成。王一博在舞台上那叫一个光芒四射，舞蹈动作干净利落，眼神里全是戏，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自信和气场能瞬间提升他的颜值指数。说白了就是氛围帅哥，环境一换感觉全变。第二，造型团队功不可没。娱乐圈的明星
哪个背后没有个强大的造型团队？王一博也不例外。他们懂得如何根据他的脸型、气质，打造出最适合他的造型，让每一次亮相都能成为焦点。所以，有时候咱们看到的帅，其实是团队精心包装的结果。第三，粉丝滤镜太强大。这年头，粉丝的力量不可小觑，他们爱豆的一举一动，在他们眼里都是完美的。王一博的帅，很大程度上也是被粉丝们的彩虹屁吹出来的。当然，这也不是坏事，毕竟爱豆和粉丝之间，这种相互成就的关系，也是娱乐圈的一大特色。第四，个人魅力加分项。除了颜值，王一博还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多才多艺，无论是唱歌、跳舞还是演戏，都力求做到最好。这种努力向上的精神，也让他的人格魅力倍增，从而吸引了更多人的喜爱。王一博的素颜曝光让许多粉丝感到惊讶，一向以帅气外形和时尚感著称的他，竟然在没有化妆的状态下呈现出普通甚至朴素的一面。这一现象让许多人不禁思考，为什么王一博的素颜看似平凡，却依然能被称为神颜，并成为娱乐圈中令人瞩目的颜值代表。这不仅仅是关于外貌的讨论，更是关于个人魅力和自我管理的深层次探讨。首先，王一博的成功并不仅仅依赖于外表。在当今的娱乐圈，仅凭颜值走红的艺人并不在少数，但要像王一博这样稳居一线，成为备受推崇的偶像，绝非只是靠颜值。王一博从舞者出道，凭借扎实的舞蹈功底和卓越的表演才能，逐步在舞台上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他的努力和敬业精神让人看到，颜值不过是他成功的一部分，而他的个人实力和无可挑剔的职业素养才是他能够长时间维持高人气的关键。其次，王一博的气质与魅力远远超越了外貌的限制。虽然他的素颜看起来并不像荧幕前那么光彩夺目，但他自身散发出的自信与独特气质，才是他吸引众多粉丝的核心。王一博的个性鲜明，既有沉稳冷酷的一面，又不失幽默感和亲和力。这种多面魅力使得他无论是在荧幕前还是生活中，都能引发强烈的关注和讨论。颜值虽然重要，但气质与性格更能长期打动人心，这也是王一博在粉丝心中神颜地位的根本原因。另外，王一博对自我形象的管理能力也不容忽视。在娱乐圈，每个艺人都面临着极大的外在压力，无论是外貌、体型还是服装造型，都需要精心打理。而王一博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显然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他在不同场合展示出的完美造型，彰显了他对时尚的敏锐感知力，以及对个人形象的严格要求。正是这种自律和对细节的追求，让他即便是素颜状态下，也能散发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自信与从容。粉丝们之所以如此关注王一博的素颜，部分原因也是出于对偶像的好奇心。毕竟，偶像在粉丝心中常常是完美无缺的存在，而一旦看到偶像更真实、更接地气的一面，反而会让他们感到更加亲切和贴近。王一博的素颜曝光，并没有削弱他的魅力，反而让更多人感受到他的真实与坦率。这种无滤镜的真实感，反而更增强了他作为偶像的亲和力。最后，对于王一博来说，素颜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始终在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舒适圈。无论是在舞台上、影视剧中，还是在个人生活中，王一博都展现出了一种不懈追求卓越的精神。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偶像不应该只是一张完美的面孔，更应该是一种榜样力量。无论是他的努力拼搏，还是面对挫折时的坚韧不拔，都让他的粉丝看到了他身上更多的可能性。